我是学古琴的晶晶。今天有雅集，然后现在是课间休息十分钟，我赶来瞅一眼。然后听说今天会和茶道课的同学一起来，办这个茶会和雅集，所以想说这个场面应该还蛮盛大的，等会儿去看看喽。YouTuber 啊，晶晶啊，为我们带来一首《神人唱》啊。那他学琴也一年了，一年，对，从零开始，然后我们来验收成果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我弹的曲目是《神人唱》。然后相传这是距今3-4千年前中国三皇五帝时期尧帝所作。传说尧祭天弹琴，天神降临，人们共舞，作此曲。所以今天趁此雅集，在此茶会，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借这首琴曲穿越时空。
下我们要中场运动一下哈。黄老师说他舞剑，对对对，太极剑。我们欢迎黄永月黄老师。今天的雅集影片就先到这里了，未来卓琪影片持续更新，欢迎订阅晶晶的频道，留言点赞和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更新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我们早上的那个早上看什么？长门宴。长门宴，对，厉害，你炒全部炒完了？对，全部炒完了。我这些一直狂背，然后我超级怕到时候上台啊突然忘记不知道怎么弹，超级超级，这样小练来得及吗？太强，那来得及啊，都没有弹错。哦，因为我之前我就是先看谱练习，那我看谱练习到一段时间都要背会比较轻松。太强了，他静静弹的。我弹的神人唱。神人唱。对，然后我的手一直在抖，抖到后面，抖到那个会不会我没有办法按过去。